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仰望美食，我是 Tina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款蛋糕装饰，名字叫刺绣蛋糕。这款蛋糕装饰制作起来非常简单，即使第一次制作也不容易失败。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给我留言。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为我点赞、转发。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